你是说现在这个角度，现在这个角度，因为我现在这样其实也拍不到灯。哪个灯？就是刚那个桌灯啊。桌灯吗？对啊，所以我想说，刚你进来的那一颗，就是只有那个是你看到的是只有拍脸的，但这一颗是要拍镜子。嗯。对，所以我在想这一颗要不要改。左边拍，换一边吗？对，是橙色。哎，那个卫生纸不是，都右边好，那个卫生纸都右边。你说现在这样都右边，现在这是右边。我们卫生纸角度要调一下。然后等一下这一刻的时候也右边。再过去一点。右边拍。对啊，再过去，再过去一点。那个衣柜。好。好。因为如果你拍左边的话，你旁边睡的那个天光是吃得到。我再说一次，就是可有一点点。这颗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。就如果你下一颗也要用右边拍的话，旁边的那个它后面塞的那个就够，对，就够不到了。嗯，对。好，嗯，我调一下位置。你好，跟我讲。啊，这组东西加宽。